三哥，很长，两小时，他是四点接的，五点六点，再过一会儿才会接。军哥，站点在哪儿？站点接了，这头左转顶到左转是。你面对站点左转。面对站点，往左转。走到喜茶，完了再右转，再加上一口一直走，然后喜茶这样一口右转，完了一直在这开。这是哪儿？这个朋友的一个餐吧，那个开业，我答应过来照一面，可以这不是过来吗？过来给大家播一下。我本来今天不播的，我那副业他们都在我家呢，嫂子也没来，现在副业跟嫂子在家呢。晚上那个我一会儿播一会儿，播个一个多小时，然后来吃点东西，吃完饭还挺远，离我的，我还得回去。下午我跟那个辉也玩那个游戏，玩了两个多小时，又过了一关吧。回去我今天看能不能把那游戏先再玩一玩。这个地儿，谢谢。这是糖，再看看，走，不用糖。一个渔船，坐在那里放粽子的时候，我傻了，特拉胯。美式咖啡。老板还挺高兴。辉爷是特别关心你什么时候回家，没有。那个。先给你们简单看一下啊，这个餐厅我今天，我大概没老板儿子，就是在一个这个美食街吧，我远点我给你看一眼，啥时候继续双飞？等一等，我先主题先看一下，然后待会儿先吃点东西，看到吧？这个808 Space 是之前那个做那个培训的，咱们合作过很多的，知道吧？这个餐吧 DZ Training and Music Bar， 一楼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餐吧，二楼还是做那个 DJ 的这个搓碟的这个培训。恭喜发财！这四个桶，我说真的，说 Hip Hop 也挺 Hip Hop， 但是放在这儿感觉，放在这条街上感觉有点土的感觉。看到吧，吃饭的地儿，反正这么吵有点奇怪，但是人就是这风格，美式的风格。据说汉堡非常不错，所以我尝一下。主要它这个汉堡是从北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三只小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胡同汉堡，非常有名的一个挖过来的师傅应该是。所以汉堡味道应该还可以，有种美式的感觉。哎呀，试一下吧。先那菜单在哪儿？它这个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那个。没事，等会儿。打碟做饭第一次，我主要对他这个汉堡感兴趣，我看看好不好吃。这汉堡如果好吃呢，我就待会儿打包点回去。然后这个边上有一个菜单，看一眼。然后我们再扫码，你可以通过手机扫码。那你扫码。那个这边上有一个北京排行第一的那个 Flying Chicken 炸鸡，我看看，如果不行我就买炸鸡回去了。哎呀，我给你们看看菜单啊。炸酸黄瓜808各条，手撕猪肉汉堡，这个应该是我随便点点儿，咱尝一尝。单层双层加
多加点秘制洋葱，73一个汉堡，也不算便宜。这种能卖到这个价格的汉堡，肯定都是得不错的。哎，哦，这个对，这是点上一个，应该是。炸鸡肉洋葱圈，这个应该尝一尝。鸡肉墨西哥饼，这个先不点了。Mojito 热牛奶。Buffalo Chicken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打，就是水牛城鸡翅啊，应该是美式酸甜口的那个，酸咸口的那种。来这鸡翅尝尝，炸秋葵壮阳的，来一个。这个点儿又夏威夷汉堡牛肉的，来一个单层加秘制洋葱 ，OK。鸡米花、鸡肉、这种一般，我看看啊，我来手撕鸡肉，有麦草、伏加白，剩下都是酒了。传统芝士汉堡、芝士肉酱汉堡，我操！夏威夷汉堡，这样我点两个，再来个 taco 什么的，有一个 taco 套餐，德克萨斯，来这儿还是得，我觉得主要得尝尝它汉堡。夏威夷应该是主打，我看这个意思，芝士肉酱，传统芝士，夏威夷，我再来再来一夏威夷，没确定上是吧？夏威夷汉堡哪有确定啊？哦，加入购物车，我操！我就说嘛，怎么手撕猪肉？来个加入购物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芝士肉酱吧，我操，这看着也挺好，还能加鸡蛋，加个鸡蛋试试，加入购物车。这汉堡一看也不便宜，我看挺好。问题你这手机弄完下单，我怎么付钱啊？没事，我有钱。你有钱吗？好，加十加十个这个汉堡，来十个手撕猪肉，十个夏威夷，下单并不支付，到时候找我报销啊！来来，去支付去。小李搜一下，这附近有个餐厅叫 Flying Chicken， 会飞的鸡，看看离这儿有多远。哦。那如果近的话，一会儿这个可以打包点回去。我拉一。1.9公里是吧？会飞的鸡，我先尝尝，看哪个好吃。2.5公里，咱开车过去十分钟。一会儿对，看看不行走的时候可以打包一份这个。你先点，我点不来啊！我操，毕竟江畅去了。哎呀，先吃啊，吃完然后播一播，播一播完了咱们就完事儿，咱就那什么。其实真的不想往这边赶了，是吧？我家今儿晚上吃的东西也不错，但我昨儿答应他了，我说就不能，而且好久没见了，挺想的。我说那过来吧，明天啊，明天晚上，我这个自从得知痛风以后，我就放弃了一个我心中的所爱，涮肉。我实在忍不了，这几天太想吃铜锅涮肉了，老北京铜锅涮肉，再不吃的话这天热了。明天约了一家，约了几个朋友，所以明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吃个涮肉去。明天正好有几个朋友回北京，咱们可以播一播，好吧？我点完了，他收到单了吗？收到了，肯定收到。你坐会儿。你点完了，他肯定收到单了。你坐会儿。最近怎么样？跟我聊聊。哎呦，可累了，弄那个新店。就这个，一直在忙活。不是，除了现在弄这个，还弄什么了？现在还跟以前一样。啊？有人记得我吗？肯定记得，你这脸，老脸了。有点呗。我记得第一次直播时候，有人说我有点傻，看起来好像有点憨。他真不憨，但人很不错。我是想你了，我今儿过来，要不然今儿我不过来，我家里还有朋友呢。肯定。
你待会儿就聊会儿就撤了。没，我那我也得，不是我先吃，吃完看看去好不好吃。对，然后这个包子不得简单的介绍。待会儿你得给我办张会员卡吧。你这还能办卡吗？可以啊。多少钱的呀？我给你拿，你看一眼。我看一眼。不是，就这种地儿还能办卡吗？完了，被套路了。哎，都是兄弟，办卡。小心。啊，我们现在那个办卡没做出来。我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单子。来看一下啊，普通会员880。808，白银会员1808，黄金会员2808。我先问一下啊，这个最高是7折，正常如果不办卡，我来几折？你来，没折。不是，你呢？你来就是捧场，对吧？兄弟之间，兄弟你们说吧，办哪个？他们肯定是最贵的。哦，等会儿啊，我应该就是他要办的话，我就应该再写一个。不是高级至尊，我办这卡88万，不是你先吧。首先，你家这汉堡，我如果办了，你能找人给我送吗？送外卖马上就有，有能给我送。别说对吧，我就是能，我可以花外卖费，但是你能给我送，可以没有问题，对吧？对，那就来至尊会员吧。行，来至尊，来至尊，不是至尊会员7折呢？今儿吃这个400多是免了吗？不是，我的套路是这样的，你先点吧，抽完了呢，你就其实你自己扫码的话，直接付费的时候折扣就出现了。哦，为什么我刚刚都付完了？对呀，为什么刚刚我没说呀？我现在把你七个都收了，然后再收你吧。没毛病，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兄弟都是会员，我来肯定是要捧场的。但我万没想到这种店就充值的，我操！不是这个店怎么了？但是我先说你家汉堡必须得好吃啊！我刚点了3个，因为那家我没吃过，但我一直在网上有时候刷到说那家汉堡挺好吃的。对，我打保票。这个汉堡的做法跟特别传统的汉堡皮，首先它那个面包片儿要切，不是它这个能拍吗？它做的方法，后厨就别进了吧，太脏是吧？啊，不是，太小。昨天没过关，昨天打到倒数第3、第4关嘛。我刚刚下午跟富野又玩了2个小时，这不先暂停，我先过来先直播嘛，一会儿回去再继续。昨天不过关，主要因为你们嗓子太笨了。他们跟他说怎么蹦，他都不会蹦。哎，我问问你啊，我现在想学点就是关于乐理比较相关基础的东西，像这种应该上哪儿学啊？咱们这边有培训，首先是这样，如果你想学音乐制作，你说的音乐制作内容，对对对，我就坐，那 ，Hello， 好久不见了，你这发型帅吗？哎，可以，我真没认出来，老远了，您坐，坐。年轻了，你怎么？真的假的？一增长。谁？Hip-hop 大神啊！今天才演啊，这全是 hip hop 圈的一个。北京人，北京人，要有几个人站在上面？旁边这哥们，这是我特好一兄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们最早认识是因为当时买了一辆奥迪，然后当时流行往那个车上玩 hiphop 嘛，流行往那个车上贴那个施华洛世奇那个钻，我当时就北京没有地儿能贴，知道吧？我就问谁能贴这个，后来我上网搜查到了一家说能贴这个钻，我问了一下价格，我觉得这价格还可以，就去贴了。我以为是那种专业的一个改装车的一个工坊，结果到那地方看，让我把车开到地库，我就看他跟另外一兄弟，那兄弟是跳街舞的，叫什么来着？叫小白，哎，叫小强。我操，就是先给你买那钻买来，然后拿一种特殊的胶水，手工拿着那镊子加上那个钻，一颗一颗的往上粘，粘他们那个粘两天，粘了2天那个钻，然后因为这个认识的，当时还挣了我不少钱。完了，但是后来认识了以后，觉得就也有点共同的圈子跟朋友吧。然后我又特喜欢这个文化，算是我那个时候来北京认识的比较早的这些朋友，所以就一直处到现在。中间还有过一些合作啊什么的，就这样的，就大概就这么一关系。
有得有一年多两年小两年没见面了。他家新房这个风水都是我给看的。欢迎过半人生，欢迎过半人生。过半人生老板，我今天一个兄弟的一个餐吧啊，汉堡的一个美式的这么一个餐吧，二楼是 DJ 培训啊什么这些，然后一楼是我。你来拍吧，你来拍。我先尝一尝看看。鸡肉洋葱圈，餐具不是白天蹦迪哦，白天不蹦迪。这还行，你尝一个，太行，谈不上。太好吃，谈不上好吃，就是能吃。对，一言难尽。但绝对不是不好吃，因为洋葱圈你要想做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跟期待，我比较喜欢吃的洋葱圈是什么样的？里边吃上去还是鲜洋葱的那个口感哦，咬咬下去还有洋葱的那个脆甜，但是外面做的很酥，很好吃。那个太难了呀，感觉。不是，有这是分做法，它这个做法里边就属于说，就跟甜了馅儿似的。哦，对，你懂吗？而且吃起来它属于比较有嚼劲的，小李尝尝那个吧。好，退会员。他就是做的是屎，会员肯定上吧。怎么样？怎么样？香的，挺香的。但是，人说不能干太多的，不能吃太多。下边就不能啥了。啊？这是龙虾的，这是第一道呀，刚上路。最主要是他家汉堡。因为他挖的这个厨子的这一家是我一直想去吃，但离我太远了。很有名的，在胡同里的一个汉堡，叫三只小猪。三只小猪。所以如果做的跟那大差不差的话，这个汉堡绝对是没毛病的。没事，还有备选吗 ？Flying Chicken。对，刚说的。我出来了一趟，今天既然准备摄取这个热量了，知道吧？我就肯定要吃爽。我昨天晚上在想这个，就是我在想那个东西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当时做那个情绪是特别想吃这个北京的那个铜锣涮肉。我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想吃过说涮肉，就你会有想吃，但是你是被克制住的。这个涮肉就是我跟嫂子俩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说涮肉，当时说你别提，就是因为他也饿嘛，而且自从我痛风以后，他也没吃过火锅。所以我俩都特别想吃，然后就一晚上就夜里都在想这个铜锅，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呢，我就突然意识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会刻意的为了明天要吃这个火锅，但是我会用超过24小时、48小时、1天多的时间在想着这个火锅，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给我幸福感，所以我已经就是很多人觉得什么是幸福感，什么是仪式感，为什么要有仪式感，没钱的时候认为什么能幸福，你采访10个人8个人就会告诉你有钱，但是有了钱以后你问有钱的稍微有点钱的什么是幸福，他会说更多的钱或者是怎么样。小的时候你看啊，你有钱了，物质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每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但是你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你吃一个东西，哪怕这东西是你爱吃的，你会吃的有幸福感吗？你经常吃你不会，最起码你不会因为吃这一顿饭而感觉这一天很幸福。但是通过痛风这个事情，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其实真正的重要并不是说你有没有钱，而是有钱了要懂得节制。小时候之所以吃这个肯德基香，是因为一个月你就知道我撑死就能吃这一顿，家里带我吃这肯德基，对，所以你就是吃吐了，你吃怎么样，你会觉得我今天过生日，我在肯德基麦当劳我过了个生日，你就觉得我操，我今天到明天这两天我都是幸福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不管
你有没有钱，如果你能够学会节制，你把适当的在每一天，咱不说每一天啊，比如说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我把我最喜欢的一个料理，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我就是平时我能吃得起，但是我不会匆忙的去赶着去吃，比如说火锅或什么，我下班了自己一个人没有，我会可能找一天天气各方面最适合，约上两到三个这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也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一起吃饭的，什么样的人是一起吃火锅的，什么样的人是一起喝酒的，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找几个能一起适合吃火锅的朋友，定好了这一天对于你来说，然后这一天什么时间，比如说晚上哪一家，为什么选这家，是因为它的肉还是因为它的小料，你全部都把它准备到很好，然后你抱着期待去吃，相信那一天你吃完这一顿饭，不管白天下午你经历了什么，除了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回家给你几顶绿帽子这种之外，正常的每一天中你经历的正常的这种说什么啊，遇到点不顺啊，丢点钱啊，晚上通过你吃这一顿饭的过程之中，因为你自己知道这是你奖励自己的，你是有准备的，来我今天就是来吃这个的，所以你在吃的整个过程你一定是幸福的。那么你吃完这一顿饭，你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在你睡觉之前，你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你做了，你吃了这个火锅，那是不是你今天这一天，你可以说在一个月中的这一天，我这一天是幸福的，我这一天是跟平时与众不同的。我们大部分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之所以感觉不到幸福感，你觉得你每天，因为你每天做的事情重复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一件事情能让你有特殊的幸福感，能够让你持续一天呢？除了升职加薪娶老婆，不是升职加薪，对吧？娶老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每个月有一天，哪怕这一天是值得你期待，并且在未来就是你会回忆，在当天你会满足，达到这三点的有这样的一天，那你是不是能够确定说，你在一个月中有一天你是幸福的？那你在一年当中，你可以自豪地说，我有12天是幸福的。那同样的，这只是吃饭一件小事，你如果在生活中适当的有一些事情，就是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感谢过半人生老板的至尊，感谢过半人生老板的至尊王者，感谢过半人生，感谢老板，感谢啊，今天这么早时间，那你给我刷这个，我这个饭基本就全免了，免单。感谢我一块，感谢老板月初的支持啊，感谢。所以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这是我昨天晚上才想明白的啊，就是如果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虽然是未知的，但是你每周有一天你是有准备的，我今天要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你为这件事情你把你其他的事情放下，就你尽情的享受这一件事情，那你这一天是幸福的。老板说的我都饿了，先去吃饭了。好的，感谢各位领袖，感谢，看看啊，这看着不错，鸡翅，水牛城鸡翅，这个是美式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叫 Buffalo Chicken， 这是美国的一个，算是一个鸡翅做法的源头吧。特点是酸甜咸，酸甜咸，对，三种口味，它跟普通的鸡翅做出来不一样，我看。这个应该还可以，还有芹菜，别想呢，别想呢，这个炸秋葵，哦，炸秋葵，拿上，炸秋葵。可以，炸秋葵很好吃。不要吃就是鸡翅，你要吃。特别顶吗？不错，哎，不错吧？羊肉串100，差不多，是吧？这不打折不亏吧？鸡翅可以。炸秋葵我第一次吃。尝尝。可以。好吃，你们尝尝鸡翅，不用蘸
蘸酱，不用蘸酱，单吃。这个酱还是蘸蔬菜好吃。而且你看啊，餐巾纸看到吗？上面是美金，拿美金擦嘴。一泡，这个很一泡。你张嘴的是吧？来，来来来，我吃过的刚刚。后面那个是保镖，保镖。我老婆在家，班子在家呢，我出来做节目了。真挺好吃的这个鸡翅。我刚说呢，我说今天他这地儿生意还挺好。后来我想今天开业，他肯定请来的朋友。看周围，你看，不是这么早，这地儿这么多人。有骨头呀，肯定有骨头呀，鸡翅。这地儿在北京的望京，望京，望京，这里能看到望京州。看到一个尖尖。有知道在哪里的，今天光色都打出来了，可以啊。这餐厅真热闹，我很少去那种就是吃饭的地儿很吵的，因为我觉得吃饭就是吃饭。哦，对了，给大家预告几个节目啊，一个是8号我去武汉一周户外，这不用多说了。下个月5.1刚刚下午已经确定了。我朋友在成都开了2家夜店，一家叫 PH， 一家叫 Playhouse， 一个1号开业，一个3号开业，成都目前最大的2家夜店，而且是从下午好像是什么忘了，反正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1号开，一个3号开，所以我1号去成都，连续1、2、3天，还有3家夜店，5号回来，所以5天的节目，好吧。而且我这个朋友牛逼的是什么？他现在北京拿了一个11000平米的地方，年底装修完毕。一万一，而且这11000平米里面，它不光是夜店，它有 hip hop 厅，有电音厅，啊，有各种音乐的厅，有3家米其林餐厅。我操！然后有那个潮流文化的这些东西，那个剪头发的，啥的，什么就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就是一个循环，11000平米，我操，整个生态就是这种潮流啊，那什么，所以这个店他说让我们先去学习一下，就你看看这种风格牛不牛逼啊，据说是投了反正贼多钱，我操，这个牛逼。1号成都的朋友，咱们可以 PH 到时候来嗨一下，就叫 PH， 然后3号开业那家也在成都，叫 Playhouse。然后他们在全国现在是多少个地方忘了，已经拿了多少个地儿了，全是最好的位置，地标型的，我看都是一独栋一个楼，就成都的也是独栋一个楼。然后准备在全国我开多少家我忘了，反正就是整个这模式，我那天跟我讲一下，我觉得挺牛逼的。北京这个在永利，在永利，北京有一个叫永利的这个地方，在永利的地下应该是11000平，年底装修完。我不用耳机，不用耳机，就是带大家，没有特意去安排什么，就是随性的出来感受体验一下。我跟你讲，应该不错，真他妈慢，这么久，真他妈慢，这汉堡，这种你再怎么说也算快餐啊。是的。
吃好吃的汉堡。晚上去哪儿？我一会儿这边播完了，我得回家，我家里还有几个朋友等着我呢。希望地师哥夏天出个 T 恤，兄弟，样衣已经马上做好，要发给我了，好吧？就耐克这个事件，我做了一件 T 恤，专门嘲讽耐克的，好吧？这次这 T 恤只有白色，用的是新疆棉，而且是顶级新疆棉，最好的面料。牛逼！这个我的这个反应不用你去说，明白吧？都设计完了，而且巨帅。啊，这个吧，是你买的吧？你买的吧？这么拼啊！你做你做。你不要搞这个。样衣看了，如果没问题，下个月应该就能生产出来。这每个经过的我看都是跳踢帕子，生意这么好，生意肯定都满了，内外你看看这刚几点，帅哥美女，你带他们里边去看一看，看看多少人，这个人是真的多，兄弟，你看看里面已经满了，好多美女，我刚刚看到一个美女坐在我的后面，我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那姑娘，我觉得长得好漂亮。想不想去看看？没有啊，没有想。带你们去楼上看一看吧。什么？楼上是一个那个 DJ 的培训室。谁还？这不是酒吧？我也不懂。又又又，好嗨！这白天打 DJ， 我也是第一次见兄弟。我不会呀，打碟我不会呀。玩黑怕的好多美女。是先锋 DJ， 他家是先锋的合作伙伴，他家的东西都是先锋的。原来如此。对，都是先锋的。还有懂的。跟我说了好几次了，说这个先锋这个说看有没有什么能学植入啊合作。我说我又跟 DJ 这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他。不是，我刚刚问你那说半天我那个夜里那事儿。哎，马上啊！还有汉堡怎么这么办啊？不是他妈点四个一个不来？太慢了！你问呢？是不是？你点东西了吗？点了半个小时了。不是，你怎么整个造型全变了？这不跟英雄哥学吗？不是，你这挺适合你的。对，之前那看着挺丧、挺颓的。Hello， 还真认识他吗？因为好吧，他好像没有，我叫英雄哥的。他好像郭麒麟。有真有。大家好，我是郭麒麟。他这样，他好像郭麒麟。我刚一直觉得我操，我说怎么那么眼熟？都说过期，过期都说过期，是吗？哎，这怎么有一点镜像了？不是那个，镜像郭麒麟，对，大家把那郭麒麟刷在公屏上啊。
对，给大家报个菜名，这个来个生熊掌，有点像，你得站这样看就像，太猥琐了，这样特像，不是他这镜像，我怎么别扭了？镜像，大家能听明白？不是我的目的，不是说自己能做，而是说。哦，好多了，舒服了啊，终于舒服了，终于舒服了。对对对，那个帮那个英雄老师水一会儿，水一会儿直播，对，帮他水一会儿。那个兄弟们，那个守卫在，守卫不在。对，郭麒麟北京分林，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对对对对对，来到了这家饭店特别好。然后那个英雄老师正在跟老板德云社招人嘛，我们云子哥已经那个不招了。啊，你可以来我们这个棋子科的，对对对，这是单开的，这个不是德云，这个不是那个郭德纲师傅的，这个是于谦老师师傅的，对对对，老郭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比眼睛比郭麒麟大一点，我要这样就一样了。啊，你是一哥吗？我不是，你们真拿我当郭麒麟了？都跟你们说，不是郭麒麟，不是郭麒麟了，郭麒麟家谱还好。老郭好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对对对对。其实我长得不仅仅像郭麒麟，我还有一点像那个杜淳，兄弟们。你只要懂得跟这个 beat 一枪，女主是牛逼的一个，还是郭麒麟？对对对，赘婿挺好看，对吧？大家跟我那个啊像是吧？跟那个宋轶，我们两个一起拍的，对对。不像杜淳像是吗？吴姓不带就是像吴先俊啊。我侧脸还有点像那个一个基础那个一会儿从背后像朱日吧。那个啊什么来着？韩国的那个？不是那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什么尹赵成尹什么赵银成？赵银成？刘维啊，千变的我，万变的我，岳云鹏，岳云鹏过分，刘宪华对。我以为你要作诗。太像了，太像了。赵本山，对对对，就是我，对对就是我，像个演员，明天还要上班呢。看你像全部名字。我是吴彦祖。你个逗逼！对对，帮大家水一会儿啊，大家别那什么，就是开玩笑。我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对对对，对对对，就会像孙英雄，哪像孙英雄啊？我英雄哥长得多帅呀、啊！对对对，给大家就是节目效果。对，英雄哥在那边呢。对对对对，大家看英雄哥吧。我这个你们光看我，你们这是吧？做直播吧。对，你们可以关注我的这个直播间，就是关注英雄哥就等于关注我的直播间了。对对对对对。看看英雄哥，我后边会更。我们合同现在腾讯不放过，要不然我谈好下一个名单了。能明白了吗？那个一人制作这个。我已经刚聊完了啊，我准备去学一点这个 DJ， 就是不是什么 DJ 谁学那东西？你他是搞 DJ 的，你看看，开餐厅了，这玩意有什么出路？这他妈是 DJ 俱乐部，好啊，不是吗？我要学的这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听这个说唱，我们是瞎听，就没有专业学过任何乐理知识。但是很多的人，比如现在你听 trap， 你听 boom bap， 你听这些东西，他能一听这个伴奏，一听他的韵律啊，一听他的这个 flow 这些东西，他就能知道，哎，你这个编排上很牛逼。怎么牛逼？就是你首先你得懂他这个规则、拍子这些东西。我想学基础，所以他给我找了个老师，可以上门那种。所以我把基础学了，慢慢的，哎，自己未来这算是个爱好，而且这音乐是我喜欢的类型。这么多年，你看别的音乐我也不学。男的女的？试一下啊！啊，男的女的？不是男的女的？男的，哎，你这是女的？你有是女的？我也想认识这个汉堡哇、哎！我告诉你啊，汉堡就看几点，第一看面包。看到吗？第一看面包，软硬度正反面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呀，这个美式汉堡特别讲究面包。第二，看里边的肉，肉讲究的只要是不管是牛肉、汁肉，最重要的一点多汁，就这两个字。如果肉汁没有，这个汉堡完全失败。然后这菜，看到吗？里边这是培根、芝士、牛肉、生菜。
那个，哎，行，我先，来，多吃点。哎，看看这厚度啊。好吧。我感觉这个汉堡可以。这个很紧密，我操，这才顶得住啊！我抓的，哎呀，赶紧的，啥也不说了，先吃两口，出门见见。手撕猪肉，里边是把整个的这个猪肉猪排用手撕成一条一条，好吧，这么讲究，这样吃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大的肌肉纤维感。哦，汉堡没毛病，一样再点一个打包。我操，这么好吃吗？这俩你们尝尝。好，站手上。好，你先尝，没事。我吃这个。我以为是猴子精，你咋逼吧你不懂啊？哎呀，要不我靠你了。啊，不用。很多人觉得汉堡很简单，汉堡这么简单。我靠，是真的好吃，比麦当劳这个可能就那好吃多了，好吗？那我说没法吃，是真好吃这个。以后想点汉堡有地儿了吧？这个卡，他只要会送餐的话，可以常吃。太棒了！火锅吃一半不香呢，没停。这个我觉得是真好吃，差点酸黄瓜。这个汉堡中的酸黄瓜不能加在里边，单吃加在里边的酸黄瓜会影响它整体的这个口感。哦，它的口感的这个软到硬，它是有逻辑的。酸黄瓜跟里面的洋葱和这些东西会冲突，所以正常讲究的汉堡酸黄瓜是单放。学到了吧？这个学到了，我操！帅哥，有没有酸黄瓜？酸黄瓜有，酸黄瓜有没有？给我单来一点，单来一点，酸黄瓜。哦，那我准备一下。哦，好好吃这汉堡，是真好吃。你尝一口我这个，我让你咬一口，咬吧。我操，这个比那个还好吃。这排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吃这个了？这排根好好吃，还有那牛肉。我一会儿也点两个排去吃。菠萝，对，它整个的那个，这边是可以的，下单的时候备注一下，不要有啥，下单，这样的不要，再点几个汉堡，打包。它那个整个的口感那个层次，我操！这个汉堡得点四个，那个叫什么？点四个这个打包。好的。这个培根牛肉的那个要吗？刚才那个，这样。点三个这个，啊、一个这个，一共四个。一共四个。好的。猪肉的一个，是一个。
确实是这个，这个是芝士肉酱啊，没错、啊。没有没有。然后你的背景全刷好了。几点了吗？我，你跟我一起点吗？我不点了。点一个，我点一个。这是会员。要是不是我朋友的店，来，至尊会员一个黄瓜都没有。我刚刚至尊会员想点一个刷黄瓜，他刚让我下单说还要备注不要油炸，点了别超粉，一般干不出来了。对，他记得马上给我出，马上。但是我现在穿毛衣，你现在要干嘛？我现在给你安排出去打包呀，刷黄瓜，不要不要油炸的，我要就只要刷黄瓜。然后先把卡办了，直接直接把这扣子一拿，我先把卡办了，没事，不着急，那我就不用备注了是吧？这个汉堡可以的，这汉堡不管是晚餐跟午餐都适合，早餐稍微有点厚。看看这个哥，现在不办卡，你先点了，到最后再办卡。直接下单备注，然后备注先打包就行了，是吧？加蒜毛吧。这个哥，没事，蒜黄哥炒老板也好吃。这个汉堡值得一吃，就是如果你住在这附近的朋友啊。这个汉堡，如果你下次想吃一个好吃的汉堡的话，这个店绝对没毛病，就你点我吃的那个汉堡，好吧？其他这些东西，其实点一个这个水牛城鸡翅，这些可点可不点。对，那两个可点可一般，那个汉堡可以点。而且这个汉堡我点的是单层，它这个汉堡有双层。对，这个汉堡什么店？我带你们看一下啊。他这个是在这个望京，什么麒麟新天地吧？这个店，这个正好在这个丁字路口的正中间，看到没有？就正好在这个正中间。一定要来吃，是真好吃。它是两个成都，在成都。就我这朋友投的，就他们做的。北京拿了一个11000平的，在那个永利楼下。那跟我不一样，你朋友投的，我这边第一人管理点。不是，他那个是整个，他是不同厅、不同音乐，而且他里面有两家米其林。这个我挺喜欢。对，他整个。我刚才点的那个，我喜欢吃的这个，北京人，但是我打包带走。能点个六个，它里面只有六个，刚才说点能到一百个，但它只到一个，六个汉堡，老百万一个，六百一百，我的钱还没装完呢，北京的，这地方风水不用想了，他们说这地方风水咋样？风水，我觉得很好。啊不，我还是见过这个东西。先交30000咨询费。我自己琢磨吧。这风水不太好。哎呦，这个店我说，这店我说真的，这个有点漏财。所以我准备跟门口开俩貔貅。貔貅没有，跟你这不搭。那得买什么呢？这我不能咨询费。套路咨询费。我操！我那事儿你给我抓紧啊，想着点，联系好随时就给我拉群就行了。明天好，想好好学一学，人生嘛，真的得学点兴趣爱好。你没有兴趣爱好做支撑，你说打个比方，你说你可以你想退休，你想游戏人间，你游戏人间你不能天天傻逼玩吧？就其实支持你生活之中有意思的过什么，其实最主要是你的爱好，能够。让你这个精力有地儿去，你得能投入进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往这儿一待说，这个景儿不错，不是这样。左右之上的壁纸，我没有时间设计新的，好吧，今年所以没有，明年看看吧。
不至尊会员，那我的至尊会员那有点贵，最少得60万了，有点贵。我跟你们说，那个我朋友做那个夜店，嗯，他只有15个卡座，每个卡座500万，就是你得充值500万，一年之内必须消费完。现在已经卖出去一半了，就是才装修就已经卖出去一半了。这么狂，我操！就贼牛逼，就是这500万能享受的服务，就是除了在里面消费，米其林餐厅，还有这些什么点头什么，综合的就是。专属电梯，能坐这个电梯的就知道这是500万起步的会员，然后有专门的，反正我操，服务绝对到位，各种的，而且那个是正常的夜店，你都得晚上去，它是从下午开始，一整天一条龙，一条龙，我去，确实有钱人真的多。等5月1号，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吹牛逼的。5月1号，阿蛋也到成都了。啊？阿蛋他说这个月搬到成都去了。他搬成都去吗？没事儿，去了也就不联系了。有钱是真多。这个汉堡虽然这个价格跟麦当劳什么比你肯定是贵，对，但是这个汉堡的味道，我说真的，刚刚那个汉堡应该是60多块钱吧，你那个啊78等于你自己吃一顿饭，对对吧，基本就是一个汉堡。我跟他们说一下，今晚就播这个呀，就是个朋友这个店开业嘛，然后过来捧捧场。二蛋去成都能住上别墅吗？这不是能不能住上别墅，我那边那个房我没说吗？等到期了，我那个房我要换了，因为现在我在这个平台，我现在弄那么大的地儿没有用，你明白吗？小安，你的生意这么火爆，开业嘛都是朋友捧场。不是，你每天都这样就行了。差不多吧，每天都做到一般都是流水。可以。这房租贵吗？还行吧，3万多，不到4万。3万多一个月，4万，差不多吧，一天做个8000，我感觉就差不多。你要常来哦，只要你来北京你就来。不是，我来真来不了，就是你刚刚说能送吗？不是，送家人是吧？对，能送这个可以常点，你知道就办这卡有意义。没问题，我刚刚又点了4个打包，而且我点的汉堡不止这俩呀，仨呀。对呀，还有一没做。没来呀？他只做了出来俩。我看一下。哎，你放心，兄弟，有一点就是，我能说好吃的东西，绝对不错。一个人绝对是一个口味，但是我这个刁嘴能说好吃的东西，他绝对不差。还有我吃吗？来吧！我操，这是另外一个啊，看一下。在喜茶那儿呢。芝士肉酱，上面是芝士，铺的肉酱。加洋葱圈，把这个肉酱圈住，然后厚的这个牛肉，看到了？我吃一口，剩下你们的。这是芝士肉酱汉堡。我操！这一口能下去吗？我找肉酱多的人。找肉酱，找的人。我操！这个很解闷，好吃吗？这个晚上是不是再来吃？来吃吧，尝一下，尝一下，一人一半。不是，我吃的。来，你来吃。这个和那个哪个好吃？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肉酱的存在
给人家肉饼，这个肉饼的肉的味道因为是固定的，但肉酱让这个肉跟这个肉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味道，有一种跑出来烟熏的感觉。真的，烤肉吗？对，有一股烤肉味，所以它是牛肉，然后通过肉酱把它变成一个烤肉的口感，很不错。但是那个夏威夷最好吃。菠萝的那个甜综合了这个牛肉多汁的这个，可能是夏威夷，不知道呢，这个化学品是吗？去问一下，从里面问一下，这块去问一下，我去问。歌也还行，小歌的这个节奏是非常适合让你赶紧吃完赶紧买单然后赶紧滚蛋的，增加翻桌率。科学的证明，音乐能够促进人的购买跟消费欲望，并且停留时间能够增长，男女之间有一个反向比例，女性是音乐节奏相对像爵士那种比较慢的促进购买，男士是快节奏促进消费促进购买。所以你看夜店里消费的大户是不是都是男士，很快很吵很闹，这是男性消费的节奏。所以这个汉堡店男性来了增加消费。你看我朋友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他妈刚出来，我这个好像不是现场打的，这是忘听。有很多韩国妹子，韩国人这边好像是韩国人多。你先在这坐着，你跟我去看一眼边上有什么。好的。这条街。前两年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现在它改成了一个等于全是餐饮的这么一条街。对，位置来说的话还比较方便。这地儿叫什么地儿啊？麒麟广场。不是叫麒麟公社。麒麟公社，对。麒麟公社，你可以搜一下，就在望京附近，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但是不大不多。对。但是确实妹子很多，这条街。是的。你看刚刚吃饭那地儿你就知道了。全他妈这么看着看着卖什么呢？这是干货，坚果嘞。这不是我喜欢吃的。各种坚果，牛肉干看一下。欢乐腊肉，我尝一个。尝尝，有辣的，有不辣的，颜色浅的是不辣的，颜色深的是辣的。好的，你们对香肠的要求应该高吧？不好意思，没事。因为我们那边自己喜欢熏这个，对，所以川味香肠，而且川味反正你吃不惯的人觉得挺奇怪的，吃惯的人他就是对这个香肠的要求就很高。这是一个扒房，扒房就是吃牛排的吗？吃牛排，扒房就所有都是吃牛排的，但北京没有好的扒房，北京只能说叫凑合吃，好的扒房都在上海，这就是北京现在落后的原因，娱乐业现在发展不起来了，整个大环境的整个转变现在。没有那风气，年轻人也越来越少。确实，这是一个每盒披萨，披萨每盒披萨一般都是以大为主，那种里边东西厚。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披萨，每一个披萨。那边就吃的，那边不用看了。酒坊那边没啥东西，走回那个餐厅，我仔细给你们介绍这个餐厅的理念。这个餐厅之前啊，我们是合作，我是名誉校长嘛。啊，这个校长真的校长啊，因为我特喜欢 hiphop 文化，
他们在北京十多年的时间一直是做这个培训的，培训是相关的什么呢，hip hop 比如说 DJ、嗯、街舞编曲、嗯、涂鸦反正相关的 hip hop 文化都在做，之前你知道吧，还有一个 live house 这种，之前咱们做过节目，现在你看到吧，这是等于这是个餐厅，他这个餐厅二楼就全是做这个 DJ 啊，还有正常的里边都是那种泡，里边都是包，就不是待会上你带你看，里边都是那种就跟练琴的那个琴房似的，啊，主要是玩板，刚才你看，我自从买了那个板，我看到玩这种板的我都是。什么时代了还用人力玩，现在都是电力的。但这儿还真挺热闹，全是年轻人，好舒服，这个应该是韩国妹子，那个妹子应该是韩国妹子，所以它一楼这个空间虽然不大，但就是特别简单那种，适合年轻人，然后美式的那种，以汉堡为主啊，其他都一般，酒哪儿都一样，反正。对吧，我痛风反正也不咋喝，我倒又出来一汉堡，那汉堡这老板娘，老板娘生意挺好啊，还行，感觉挺好，但是这汉堡出品有点慢啊，明白，现在还在试验时间，很快会做，这里边是几个厨子负责这汉堡，不先两个，他和家人，泰达星和那个海绵，不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你汉堡你看着简单，但是我跟你讲煎那个排面包的，他绝对至少两个人，一个人完成不了。你看这种感觉，怎么想？明的。摇铃是什么意思啊？正常，如果在酒吧里出现那种铃儿，就挂在酒吧里的，你们去别的国家或者去哪儿？千万别瞎摇，这个我知道。你说摇那铃儿干嘛？全场买单。我操！你们之前不知道，你知道吧？去国外有的那个酒吧，然后喝多了非要去摇那铃儿，操！摇完铃以后全场就欢呼。哦，姐姐，你妈逼一买单，我说怎么这么贵啊？说你摇那个铃儿是请全场一下吧，就是全场一人一瓶，一人一瓶香槟，有的是全场你买单。对。有那种巨大的店，就是特别，不是那种小夜店，是比较大的夜店，摇完铃我操一买单就是七八万，嗯，很爽的，所以那个铃不要瞎玩。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摇旗，就是你每次摇完那个铃他会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他那有各个国家的国旗，就是这种中型的旗子，比如说今天这个问是中国的或什么的，全场摇中国国旗，对，这个他就是摇这个，然后把这旗子就插在这儿了，多长时间你知道吧？有一次在国外就碰到了一个什么呢？这边哗摇一个中国的，那边哗摇个日本的。我说那这种那就干呗，摇了十个转，摇完以后那边还摇，边上服务员过来说。兄弟别摇了，他会说中文知道吧，说那是我们老板。没你吗，老板是日本人，那没办法，老板是日本人，那没办法。开始有点 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MC 好909808 This 我们的音乐餐吧。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是这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也是一名 B-boxer， 两名 B-boxer。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B-box 啊？不管听说没听说过啊，今天给大家啊小小的整一段，好吧？然后让我请大家面前的是什么 ？OK。
不是这什么垃圾直播，唱的是个什么节？兄弟，这不是唱的，这叫 B-box。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哎，你等一下，你这歌有点过时了，我实话说。这不马上就来新的吗？啊，行，不好意思啊。OK。我老觉得是郭麒麟在 B-box。 行吧，这活心吧，这个来钱了，都是北京来的，真的。你看最近出一口活，主要是那个地师老师教的，昨天晚上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可以。我带你们上楼看一眼，提过去。是个朋友，这个刚刚那个郭麒麟是个朋友。刚刚老板过来都说了，说来的一半人都问这是不是地师啊，说都看你直播。我说他们怎么都不刷礼物。然后紧接着他跟我说他们都喜欢 hiphop， 我说懂了，玩 hiphop 都穷。他所有设备都是先偷的。正常你像这边就是 DJ 培训，他每个屋里他还有一些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按那个键盘，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一堆钮，然后按那个打，就是那个叫啥什么？一堆这种键盘是吧？对，一堆按钮，这个叫我忘了叫啥了。那个不是电音，就很多的培训，包括 B-box 的培训或什么。但人他这儿首先大部分针对的肯定不是那种说高端的，你明白吧？因为你高端的老师他这不是请不到，而是那个课肯定就会贵。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大众的这种来说的话，就是你学入门啊、初学者、初级、中级，这都绝对够，都没问题。不是，我刚看这感觉还行。他这个打击量，对 ，Launching Ball、Launching Pad， 对，我后面就想学习那个。他这个店正好在这个丁字路和中间，对，正中间。所以说风水不好的，而且你看前面一条直路，正过来。
就这样风格的一个，好吧。但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本来没有准备播这个，就是前天朋友给我打电话，晚上发了个信息，问我有没有空，有空说这边开业，说你来做一下，说白了就是来办个卡。我本来我是从我没回他，然后我说我看看我时间，他可能觉得我不来了。昨天晚上我下播大概是两点吧。昨天下播大概是两点吧，两点钟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发了个信息，我说我今天晚上过来。结果我今天过来完了呢，下午我接到个信息，副业给我发信息说今天我休息，你有玩游戏？我说我晚上有事儿。他说那我下午没事儿，能不能去你们家坐会儿？我说那你来吧。我说我晚上得直播。他说那晚上你直播，我找地儿待一会儿，然后等你回来我再。我说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说那你来吧。结果下午来了以后，我们就玩游戏嘛。玩完然后我说我得出去了，他们现在在我家吃饭，在家等四哥回去玩游戏。最主要他在我家还叫别的朋友去我家。然后我就出来了嘛，出来以后你看过来以后，我说那我今天怎么都得对吧，尝一下捧个场，一会儿等打包打好了咱们就往回okay, 往回返 okay, okay.估计有点慢，这个东西。我们三个都做那么慢，我操，七个这么慢。一下办卡了，兄弟们真棒！然后来人发钱吧，叫人店长。我想问一下，是地支？但你现在答应我，这必须能送餐啊！一会儿，就是做好了叫外卖送过去。对，凉了，没事，你看我怎么加热你。演员来了，演员一号准备了。不，必须出电话，要不然你没法消费，不能。不方便输我的吧？方便吗？不方便就输我的。姓名给您朋友说，必须。你信不信我可以扎到这个中心？信不信我可以一标射中中心？贼猛！充八千八送零元，充八千八送零元，别着急啊！充八千八送零元，不信是吧？我知道中心不是最高分。算了，不管了。老一拍 IP 也是算黄瓜，刚告诉我说算黄瓜你得自己下单。牛逼！然后那会儿你打黄瓜，然后有点慢。不是，因为你已经反悔了，我没告诉你。我这要等多久啊？我这打包子打包子。不是，我等着那次给我装点蒜黄瓜走。这个有粉丝想跟你合个影。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吗？因为一号就位的。老板，经过。卡办完了，你看吧，不理我了吧？我他妈办完卡，马上不理我了吧？这就是朋友，你知道吧？他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知道让我干嘛来的。但是确实离我有点远。对。手机可得拿来呀！我操！我他妈再搭个手机，我。兄弟
这个哈八千八。然后有一个说地师这么尊重粉丝，不活都难。你说是不火还是不活呀？首先活这件事儿你说了不算，其次火这件事儿虽然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但主要靠我自己，你懂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的人，我只想交这样的朋友，不想做舔狗。这是在进步了。他这歌就是想说吃饭，对，你要说蹦迪来说差点差点，对，那时候打错了，喝点小酒。这一看肯定是懵逼，说哦他这店子那么火，那么多人啊。辣不痒哪有什么。那个是不纯牧羊犬，脑杯太大了，那骨头不纯，你看着不纯牧羊犬，但是牧羊犬能看出来。这包儿我没我这天的命，你直接拿走吧。不是，其实朋友，我跟你讲，什么叫朋友？朋友之间没有那种假客气，你明白吗？就是，而且这是心照不宣的东西，就是不是说他说不说，因为你来的目的肯定就是为了捧场，对，你不可能让人打折或免单，不是这个。然后只要有这种能支持的，肯定有能力，肯定是支持。这就是我们大概得有两年没见了吧，一年多，最起码一年多没见了。平时微信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也不互动，但是绝对是兄弟，这是肯定的，认识太多年了。而且我特别佩服他的是什么，在他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其实就是哎呦他家里事儿不方便太多，我这么告诉你，这是个富二代，这是当时在这个对，但是这个就是特别牛逼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跟他爸要过钱，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啊，当然就是家庭问题，他跟他妈明白吧，所以他就没有跟他爸要过钱，包括他爸除了结婚他爸给点钱什么拿了，其他全是，而且他一直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从认识他开始他就因为喜欢 hiphop， 但是你知道十几年前的 hiphop 多不挣钱吗？对，多 underground， 你只要在这个圈里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怕挣钱，因为这个圈里只要你挣钱他们就说你不 real。 对，这两年可能有点改观了，但其实 hiphop 文化就是我要有钱我才能玩 hiphop， 你明白吗？你看国外的 hiphop 为什么都是跑车金表钻石，但是他从十几年前 hiphop 最不赚钱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坚持以最不赚钱的方式在做 hiphop， 但是希望能赚钱，到现在为止你说他用 hiphop 挣了什么大钱了吗？没有，但是他一直在做跟他梦想喜欢热爱的事情相关的，拿这个东西养活自己，买车买房结婚，他应该现在还没孩子，可能也没打算要，你看他媳妇了吧，也很漂亮，他以前媳妇也很漂亮，他在以前呢也还可以，反正你懂吧，就是永远身边就是那种，就是首先不装，就不装，第二坚持自己的东西，第三有态度，非常孝顺，就对他母亲啊对他什么非常孝顺，这些很多东西他身上的东西是我做不到的，所以你明白吗，就是虽然在生活上可能在某些经济上过什么看着好像我过得比他好或什么的，但是其实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他是那种值得尊重的朋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昨天那么晚了我都跟他说一下，我说我今天肯定会来，在现今这个社会之中活下去都难，别说真实的活下去，虚伪的活下去都很难，他一直做着那种和自己喜欢的事相关的东西，这个就很而且我最主要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厂牌，对，到现在他也没有说在这个圈玩到像人家，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人家就喜欢这文化，他用他的方式呢就是既赚着钱但是他也在推广这个文化，明白我说的意思，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酷的，包括他买车，他之前最早买的车他玩过摩托车，
就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经济范围之内，他玩那时候买的凯迪拉克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台，是四个轮子可以弹起来的，就那个车可以在原地放脚。我操，他就改成那样了，梆梆可以真的弹起来了，这么真乖那种，花了不少钱。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觉得挺牛逼的。而且不是他跟我说的，我才知道他家庭情况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是我舅妈那个时候是建设银行的大客户经理，有一天就是知道我认识他以后，我们俩就打电话，他说你认识斌子哪个斌子？我就说他说他家里欠我钱，你知道吗？我说不可能，我说那还剩我钱还是不能。后来我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真挺不容易的。现在的东西都是说白了，没钱都得装有钱，就怕生怕别人看不起。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然后知道了以后就更加 respect。这个上面住的住户不嫌吵吗？不是，他真是，他上面真有住户。这个应该到一定时间点应该就关。他是第一天开业，他还没被投诉过。一会儿你们可以打电话投诉他。啊，别投诉，别投诉，办卡了，我办卡了，然后多活一点，多活一点，多活一点。汉堡店在北京要活下去不容易的，就不是说口味问题，因为汉堡不属于一个主流，说我每天必须得吃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比较认，但是其他，我刚夸你半天，说为什么这么久，我俩之间是这么聊天，这么说话，对吧？我跟所以看来我第一个就让他办了。我跟他说了，就是我俩，咱俩多久没见面了？又差不多有小一年，小半年，一年，我觉得一年没有，什么都没有办。而且微信朋友圈我俩也不怎么互动，但是。就是我说了，我也特尊重你，因为你一直在做着一个自己喜欢的事，热爱喜欢，然后又用这个东西，而且你做那个时候是特别这个行业不能挣钱的时候。对，感谢伦 LJE 的爱你万年，感谢伦 LJE 的爱你万年，感谢。你看国内现在这帮什么 Johnny J 啊、海尔啊，对吧？这些厂牌一个一个都走起来都挣大钱了，演出都从以前的什么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弄到现在几十万。现在玩说唱的应该是盖混的最好，那不用想。首先还是那句话，任何的领域当中，只要我喜欢的领域，咱认识的人绝对是最牛逼的。是，要不然你不能说你喜欢这个领域。你光喜欢，你不去了解，你不认识，或者说你明白吗？就是我喜欢这个领域，但我没有这个天赋，所以我做不了这个领域。但我默默在关注，包括我会刻意的在想要去认识这个领域牛逼的，对吧？但这领域牛逼的是咱兄弟啊。现在肯定就演唱会以及各方面的，就是综合价值最高的，不用说了吧？盖，王嘉尔。吴亦凡呢还不太一样，吴亦凡他对人家是多栖偶像的，不是这个路线。王嘉尔和吴亦凡还是属于明星，对，真是从地下走上来的，就是盖的，真的就是他一个。他认识盖没有用，你明白吗？这个你得知道，不是说什么人跟什么人，你介绍每一个朋友跟朋友认识的时候，你得了解这个朋友。对，人家盖每天想的是什么？也要建立人家自己的嘻哈帝国。你明白吗？建立帝国，人家需要的就不是这种资源了。你懂我说这意思吗？盖爷是不是好像开了酒吧？他们但有一些消息没公布，我就不能瞎说。就是，对他们有入股一些酒吧，为了后面嘻哈帝国，就是这个新的帝国文化这些东西做准备。因为最后所有的东西的发展，你都要走到资本上，你不跟资本对接，你永远是地下文化，不是主流。所以你需要有所有的配套的这些产业。我说我开夜店的这个朋友，他是做什么？他是做电竞的。他的主营产业是电竞，但是他要配套里面要有这个东西，要不然这个故事讲不圆满。只是电竞那太小一块了，但是你整个如果是一个文娱，知道吧？娱乐电竞产业，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现在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雷军为什么做到造车？造车不是说一拍脑门一腔热血，或者这是风口，不是这样的，这是整个的大的这种企业战略。
略决定你未来能够高度有多大，天花板有多大，你能拿到多少钱，你怎么退出，你最后到哪儿去变现。你战略错了，你发展十年，你战略如果一开始错了，你十年以后该不赚钱，该没法变现，还是没法变现。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短视频一直干不过直播，因为短视频博主没法变现。有了抖音，短视频博主才有了变现的渠道；有了快手，你才有这种说你敢去融资估值那么高，因为你有了退出渠道。所以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战略这是高于一切，不缺钱，市场有的是钱。你就跟朋友开那个夜店说那个收500办卡那个，我本来当时还想问一下，我说办一个，对，因为餐厅是不是也能消费嘛，就朋友捧场，我说办一个，副业直接跟我说了，说你不用办，我是副董事长。我说副业老板入股了啊，副业老板入股了，入了几个亿吧，入了几个亿，随随便便几个亿，入了几个亿。我一问都是我们你看，在我这个格度，我还是那句话，我在我的周围的圈子里面，你们老问我说，哎，那你在什么这个圈子，你算什么？我啥也不是，我唯一就是什么东西，我不管在哪个圈子里，我都是坚持做我自己，我都是在我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我擅长的东西里，我尽量去思考如何能做到最好，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如何能过到最开心、最幸福、最快乐。那这样的过程之中，我还是那句话，你会感染同样希望他们想把生活过成这样的，或者想把自己的领域做成这样的人。所以我的朋友都比我牛逼，但是你明白吗？这不代表说我得舔着人家或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人家我这一聊，就是我想的说有些东西，比如说我投点钱或什么，都是千万左右的。我这个直接跟人一聊，人家都直接说啊，你现在投没有用，你办这卡或什么，对吧？人家在之前人家已经多少个亿投进去了，人家说这我永远，对吧？咱去了，你都是享受这个500万这个待遇的，所以你不用办。哇塞！王浩演员来了，王浩演员，有没有三号演员？有没有三号演员？有没有三号？有没有三号？又有人来合影。你别闹了。那个，我是你那个签了粉丝之一，来吧。三号来了。四号。我操，你这真的特别像郭麒麟，我觉得。神，状态什么的，你觉得吗？这样吧。啊，你俩还是一组合吗？还是什么呀？对啊，就搞这些东西。现在做怎么样？就。知道吗？这个东西它是会有这个口水传播的，所以因为疫情，哎，不是，做也不太好。但你自己的这个技术什么东西，你有不断去？哎，这个倒是有。我刚没听出来啊，我觉得你还停留在之前。音箱，这个音箱不如底下那个音箱，有一说一啊。B-box 怪音响，我是第一。哎呦，真的！我他妈抖音上刷到 B-box 谁都都调好音的啊，确实调好音的。我也用这个效果，但是你得就是。百万回音，百万回音。他是真像郭麒麟，真的像。他以前一点不巨像我的，但郭麒麟确实火。现在，郭麒麟我就是张貔貅，赘婿。你看了吧？看的呀，肯定看的呀。那个爽文很不错的，而且是现在拍二嘛。啊，庆余年也不错。庆余年你也演了。而且都是他也是靠口活的，差不多几年一个口活。那这个按理来讲，这个行业什么的都是属于一个行业。我今儿跟他来找斌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学点儿。能不是？就是以前喜欢 hiphop 说唱嘛，但是中间回国就没听过。现在的都是什么 trap 啊、bamboo 就我已经听不懂了。什么叫听不懂？就是不是分不出来好坏是吗？对。我想学点音乐基础的东西，就是能让你听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老说，比如说这个人呢，比如他的 flow 跟
别人不一样，我能听出不一样，但你不知道他牛逼在哪，比如他什么反压正压就打个比方，就是你得有点基础东西才能听明白，对这意思。对啊，所以我想学这基础的东西。学了吗？他给我找一老师，他说可以上门，是吗？然后学点那个什么，不是你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学说，是为了学听是吗？对啊，你这个说起来我都太晚，我都快40了。哎呦，年轻的年轻的。我就是觉得你喜欢一东西啊，你不一定能玩明白，但是最起码你听你得能。其实实际上音乐这个东西没有说什么牛逼与不牛逼，实际上就是好听与不好听，就是你听感上对你听感好。但是我理解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们听音乐，跟我同样听一首歌音乐，我对我来说就是，哎，这歌不错，好听，我多听两遍。但是如果你懂音乐基础或者你玩这个的，你除了能听到它好听的基础以外，你肯定是能一些细节是吧？对，你突然有一个点，你会觉得卧槽啊，对，炸点那个。但我只是听说过这歌卧槽挺好听，他那个卧槽就是其中有一个点，他觉得卧槽这个编排高，就那一项，就跟周杰伦，他们都说周杰伦牛逼。我以前觉得周杰伦牛逼是因为什么，他的词啊，他的曲啊，他的什么，但他们听的是卧槽周杰伦的编排，周杰伦的这，但你不懂这个，你听不懂。所以音乐我觉得既没有门槛，但也有门槛，所以说学点基础东西能。就培养个爱好。实际上这个东西我感觉大部分还是说这个人的脸上长了一颗痣，他可能长到我的审美点上了，但这颗痣可能就没长到您的审美点上。这个跟就你知道我在音乐里在比喻什么吗？就比如说他在这块添了一个痣。 我觉得歌这东西是你真的你得养成一个听的习惯，对对对对，因为我中间大概有几年就是我基本没怎么听过新歌，几乎都没听，除了人家唱或者播这歌我听，我从来没有说买个耳机说路上像以前小时候我操几乎的每天10个小时在听歌，我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要是说真是要是为了听歌而听歌的话，我觉得音乐可能就失去了一切本来的意义了，就是恰好就是那种找一个特别简单的那种歌听着就特别不错，然后再因为我这次是因为我做大理的一些节目认识好多音乐人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学个那个手鼓，因为我本来想学吉的，想说你别学，这没有两年你都拿不出手。他说但是你学鼓，你遇到任何的音乐人，因为后面有些节目是我要环游世界开房车，就会可能会遇到很多那种顶级的音乐人，但他们就跟我说这个鼓万能，你把节拍的你容易记住，你就能玩进去，这融入到一起没毛病。你说玩高级的可能很难，但是其实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节奏还有以及包括你手法拍好的那个特别简单。而且你发现就是我学那个基础前不久就是之前学了一阵听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操还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听歌不是简简单单你就听了，你能听到好多你之前没注意的。不是音乐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说这个做音乐有点像做这个工程一样？不是你学过这个基础东西？我学过乐理。你怎么学？是学校学吗？对，学校学。所以我就是想学这个，就我就是想找一老师学点基础，专门学这个。然后后面对听啊什么各方面，最起码你能更听明白一点是怎么回事。其实你融入进去直接去学的话，可能比你去听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想听这个东西的话，你不如先去学一下它这个说唱。比如说英哥你特别喜欢这首歌，我把它给唱下来，你不要光听，你听它可能没那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厉害，你唱下来之后你觉得握到这块怎么在我嘴里唱出来那个感觉怎么是这样，哎，你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是一个因为现在的说唱我中间就我没有去听的核心原因，我当时觉得我操这是什么说唱，歌词我都听不清，但后来你发现我操这是 hiphop 的变化，你看从 trap 什么就是现在主流就是这种，对对对，我听的那个时候都是哈狗帮那个，你明白吗？太早了，那时候就是欧苏嘛，就是那个歌我也能唱下来，但我唱下来的时候，我到后来才知道，我都没有听伴奏，我都是 KTV， 我知道这个歌你到这儿应该唱着，唱什么词，你都没有说我其实里面是有一个拍子，对，实际上我换句话理解在读，对，在读不是在唱，你就知道区别了。但是现在这个呢，它跨度又太大，你现在这歌说真的，你拿一歌词，你照着读，我操，太难了，对，他们家太快了，现在。快嘴啊，然后一些 flow 上的变化，一些三连音啊什么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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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完全现在已经缺失了听感上的一些东西。现在的大多数的 rapper 都是这样。今年有这几个节目啊，跟往常一样那几个节目，今年报名选手是从我听说啊，因为我也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朋友啊，从凌晨4点排到了今年下午。去年有一个火的节目叫什么《说唱新时代》，那节目今年没有了。对，今年没有了，但是。他跟有嘻哈并了，就是有嘻哈借鉴了他的东西，然后把他的那个赛制什么全改了，所以今年的有嘻哈据说是
很牛逼的，而且是20多岁以上嘛，还不是，而且评委里今年是有两个人，盖跟马思维，这两个有 beef 呀。就这两个 beef 在一块儿，我就觉得我操，要这个，就要这个感觉。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 beef 我觉得都不是，在利益面前，什么 beef 都是扯淡，都是假的。但是他们当时闹的的确挺凶的，蛮凶的。出了一首那个《肝癌》，那个马思唯出了一首《肝癌》Diss Guy， 然后Guy出了一首《长马刀》Diss 马思唯。那时候听的那些说唱还比较有意思一些，感觉现在大多数说唱随便套一个那个 Auto Tune， 然后随便一唱，然后就我都搞不懂他们的点现在在哪里。就你们看上次新时代的那些评委，他们所有人的出场费加在一起，应该也就顶个盖的出场费。盖现在应该是最顶流的，最顶没有之一的，就是所有人这些 rapper 加起来的那个流量，其实这也跟他能半斤八两左右，真的蛮厉害。觉得盖这几年真的，一方面自己努力，一方面也有这是牛逼，我对。技术原因啊，怎么样的，蛮屌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歌。所以我就说嘛，学一学技术都也你听的时候他更明白一点。对，太厉害在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雅俗共赏的。你比如说很多人他听不了说唱，但是他有唱的地方，比如说他那个烈火战马那首歌，他有唱的地方，别人也能听，他说唱的地方也不差。就按他在2017年有家里面说的，别人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还有，这个是他最屌的地方。去年有嘻哈有一首就是那个导师唱歌的那个，他们上次用了多少种技巧吧？我操，简直就是《幸魂》，然后《烈火战马》，还有什么来着？《空城计》。那首歌听得我鸡皮疙瘩，那是鸡皮疙瘩，那是帅的，而且那么稳，对，把它完成。盖，我从真正喜欢他呀，就是合作，不是合作，就是兄弟是兄弟，但是我没有觉得他有多牛逼。从我帮他做那个演唱会那个记录，我看完他的现场，我操，你是真没法坐在那儿，是啊，太牛逼了。他之前去国松那个北大个中心的时候，那时候刚2017年，我去看过一场，炸的我吐地方了。现在很多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rapper 很少有的一些东西，感觉现在很多 rapper 是为了他沉淀的年份太长。对，现在新出来的 rapper， 包括美国的，都是哪年？都是2000年，为了说唱而出。对，新火的这些，他们这些现在，比如不管张继这啊、盖啊、思维这些，我觉得他们之前沉淀至少都是8到10年，就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的沉淀。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那个厂牌什么的。还挺厉害，这就是英雄哥当时没搞这个，要不然现在也是个一抬手就摸得到天。说唱新时代过去，说唱新时代过去，对，说唱新时代里面有很多那个节目的那，主要他那个导演我觉得很厉害，是那个严导，对，他是那个拍那个叫什么来着？极限挑战，极限挑战的那个，他就很多人就因为他导演去看这个黑话题，就特别的好，他把里面那些，我给你弄几个比特币，你哪听说过这个呀？就是相当于你那个玩那魂斗罗那几条命，你有一这个，你命越长你就完了，然后到最后慢慢看到最后的人，然后以及包括公演，他基本上上来不是说像星上那样，说这次的有嘻哈。我听说有可能是也是做那种练习生式的，就是要培训多长时间，然后一点一点淘汰，最后更像是一部那个青春 rapper 养成记，我觉得偶像 rapper 养成记，就不像第一季的那种特别要能逛那个，还是要考虑这个 rapper 商业价值，因为现在的 rapper 出来不一定商业价值有那么大，对，还蛮难搞的。现在搞说唱晚点了，我觉得今年再搞的话，真的，帝王套娃是。不是，确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咱们在节目的理念方面绝对是不输任何人，对，绝对领先。但是在执行和细节方面，你确实缺乏这方面经验。做综艺的跟做直播完全不一样，也差不太多，我觉得都挺难的。他们那个录播什么的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性质这个意思。球肯定得疫情结束，我不是要一直这样，我每年只拿4个月出来，就是春夏秋冬最好的季节我拿1个月，
这一个月是在录的，我平时还是正常做节目，所以你再飞回来。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把无数人向往的生活跟我的工作结合起来，然后要拍的，然后还要赚钱，就是要这样的一个展示。real， 因为你要不然你光是那样的，我操，你回来活不下去了，这不扯淡吗？出游是，从哪边？往西走一路，不是还没定呢，还没定。我下个月可能先走趟云南，因为我不是自己，我认识一个这方面在世界都可以的大神。就自驾？他不是自驾，这个我再一来我跟你说不清楚，就这人贼传奇，我怀疑他的出。就那是一个，不管你是玩摩托车的，你是玩摇滚，你是玩什么的，你追求的精神最高境界就是他做的。之前北京有个库兹 KTV 市场，我知道他是董事长，他创的库兹，他当时那是他创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要做一个所有人生日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实现一个图画世界。他在这个里面自己画了几百张草图，他做的库兹，但是他没投一分钱，因为他没钱。投完，然后他挣了钱以后，他把股份全都送人了，然后他就一继续走了，创了第二个。这真他妈艺术啊！这个。我觉得这种人只应该存在于这个电视剧里面。对，大部分都是，但是现实中他就是这样，而且现实中他就是这样的人，主要是他真实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不吹牛逼，不撒谎，不会因为钱去做任何刻意的事情，然后都是过着那种最舒适的、最浪漫的生活。北京的吗？他不是北京人，他是陕北人。陕北就是陕西那边。对，窑洞，他家里都是之前住窑洞，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那种，贼牛，这么神奇。对，兄弟们，想不想看一下？他们认识，咱们认识，认识了。对，因为我采访过了。我们最后七个汉堡是多少？我其实就是想过来要一张合照。哎，我找一个那个好一点的东西。操你随便，你我都不介意。那就原相机吧。原相机过分了，原相机过分了，灯光也不行你。郭麒麟，一个稍微亮，哎，这个亮一点，亮一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哎，等会儿，来，这行了。我这汉堡怎么还不来啊？我刚才要去催的。播了多久了？四十二分钟，一个小时。我播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四十二分钟。我说要播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直播对我可是煎熬了。我感觉时间已经过去快两小时了，跟我说。快点，快点。回家不？我们要拿汉堡呀。因为这些年轻的，人家就是这些，在我看来是弟弟啊，是孩子，就是。因为都有接触有了解嘛，之前上过节目啊什么的，你看到他这些人，就是他们不管在成长过什么，他们还在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呢，这些都是我特别愿意跟他们聊天的，你明白吗？因为你只有多跟这些人聊天，多跟这些真正年轻的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你才能时刻保持自己就是年轻。你正常，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吹牛逼，你见到任何一个马上四十岁的人，是生活中说话各方面是我这种状态吗？就是都已经是那样了，你懂吗？要不然就是，你懂吗？就绝对是这两种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在一个，虽然我跟我年轻的时候肯定不一样了，但是我在我很多的事情上，我保持的是一样的，生活的热爱，对一个东西的好奇心，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年干要只有演唱会的话，你敢去吗？首先，他如果在北京，他一定会邀请我。外地的如果有大型好的，他老板肯定会跟我说，我有合适的，我肯定会去，因为我特喜欢看他的演唱会。而且我看他演唱会，他之前请我去那几场，包括他们办活动，我都没有做 VIP 什么那种，他给我安排那种，我都最后都是我都到场地。他的，我觉得你去玩，你去
去看这个东西，不是去装逼去，你就是为了开心去。上次他们那个天娃娃的时候办了一个小型的活动，给我安排那地儿，楼上 VIP 坐那儿，坐我边上的是某电影协会的大佬，某知名导演演员的父亲啊，这边是某知名演员，那是某知名制作人，一帮人，操！我说真的，不能说跟傻叉似的吧，但是边上人还问我呢，说你听过这种类型的音乐？我心说他妈我没听过，我来干嘛的？你看我的穿着就知道，我待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我说我去楼下了，我说这边拍不起来。向往自由和追求自由是两回事儿，明白吗？向往谁都向往，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去做，而且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次去武汉，铁城哥和大兵哥也会去吗？都去，我去。铁城、大兵还有几个都在。你是户外直播？我八号去，大概八号去。我去了直接提啊，去武汉提车。对，那车在武汉呢，因为我上牌照没有那个北京的，对，没有那个金牌指标了，所以我只能上嫂子的名，嫂子的名上武汉最方便。哎，我真得差不多得走了，我得问问老板。我去，哎，你帮我问一下，我再打包来。不用预告，那不叫大型节目。现在我告诉你啊，我在这个平台目前做的所有东西都不叫节目，就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是个节目，这不是，就这只是，这是工作，好吧，就是生活跟工作平衡中我能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因为我做节目那是一定要精力，就主要是精力跟很多东西的投入，还不是钱方面。但你投入完了，目前这个流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你懂我说的意思吗？但这些东西我都积累着，随时可以做，你明白吧？而且我在过去的这一年，我积累了很多，其实是不出国。我以前做的东西都是因为没有疫情，我设计的都是国外的，大家去不了的地儿，看不到的。我现在设计的都是在国内，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邀请我去九华山。为什么九华山呢？九华山是他们家的。我操，这么包吗？九华山是他们承包的。我操，跟我说九，我说我们九华山有什么好去的？他说我可以给你点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说有什么不一样？他我们家。就看看，就是春天，我们找个好的季节去一趟。我们家那个太牛逼了。对，他就当时跟我说，我都懵逼了。他们承包的也算他们家的吗？啊，他承包的就算他们家的吗？不能这么说吧，就是也没毛病，反正肯定给你安排了，绝对牛逼就完事了。对，他说你来牛逼，安排牛逼就完事儿了。这种都不算是节目，就是正常我去哪儿，正常日常，如果没有直播我也去，有顺便直播一下，你不能把它当节目看。什么叫节目？节目是我哈喽直接面了节目，你干嘛走了？节目是有准备、有编排的，叫节目。没问题。对，这你还是干什么？你还坐着？第几个了？第五个了是吧？六号准备，六号准备，六号准备，我们快走了，六号准备。我这汉堡怎么说啊？他说吹。我问他要多久，他说我吹。他具体不知道要多久。我那汉堡，我得走了啊！打包，打包，是打包，打包的。烧黄瓜。
你也没有好。我发现很多看我的真的是年轻人，我去夜店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我不吹牛逼，就是我最近去了四回夜店，四回去的服务我的保安，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全是我粉丝。我不明白，我这保安圈这么火吗？而且他们老骗我小费，你懂吗？我没看，半天没听见。你骗小费可爱情。我本人真的比在视频中是那个帅。PH 去了吗？不知道师哥上次请我们去玩就是在 PH 啊。我前两天又刚去了一趟 PH， 但是我没说嘛，我从上海那个我朋友新开那个叫有点拗口那个，对，有点绕口那个名字，我回来再去 PH， 我觉得太啥也不是，太啥也不是，歌各方面都不行。但是这次我朋友开的这个虽然也叫 PH，但是绝对不是一般的 PH。 成都那个是吧？不是，北京也是、哦、北京也叫 PH， 他们跟 PH 合作的、哦、PH 有股份，诺亚也有股份，诺亚方舟，诺亚也有股份，他们做的就是全国，他们要做一个整个最牛逼的集团一样，后面肯定是要做融资，融资上市的那个，要不然没有任何做的意义。等兄弟们，是不是吹牛逼？五月一号咱去看看成都那个第一天开业，咱们就绝对的 VIP 让你看一下。哦，不一定能直播呀，我想了一下，夜店好像不让直播。我看一下吧，我看好像就企鹅不让播，真的。可以拍短视频。四月一号开一家，四月三号开一家，都在成都。五月一号吧？啊，五月一号，我们是从五月一号，今天刚订的机票，待到五月五号。哦，上海那个叫阿库玛，阿库玛。我当时去完我就说了，未来这个最起码在今年，这个夜店绝对是上海最火的夜店之一，非常高级，有编排，有设计，有灯光，有音乐，氛围做的都很好。但是上海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火的夜店不代表能永远火下去。之前上海有一家特别火的，就是 hip hop 之所以在上海这个音乐能火起来，除了主流的 hip hop 这个文化以外，上海有一家夜店叫，当时开那个夜店叫，我操，我忘了一个英文名，那个夜店火了一年，把 hip hop 带火了，开了无数家 hip hop， 那夜店现在不火。之前不叫 Tex， 之前全是老外那个夜店。深圳夜店应该不好玩，不一定，深圳夜总会应该挺好玩。是个瘦的，感觉是瘦的，脸都尖了。这地儿太久了呀。确实太久了，这他妈一个小时了，我感觉。不止，真不止。吹的呀，吹了三四遍的兄弟。三里屯很多老外是真的吗？现在三里屯可不是很多老外，现在很多老外你去上海看，上海的 hip hop 的夜店全是老外，你去 Ninja， 你去那个 WiFi 全是老外。我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夜店，如果在夜店确实不适合直播，第一是灯光太黑，我不能单打一个灯，知道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夜店你播的话，有好多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你有毛病，你懂吗？
真的，我带你们好好玩玩夜店。其实夜店，如果你会玩的话，其实夜店有好多玩法，不是说到那儿就傻消费去了，点什么神龙套啊，什么乱七八糟，不是这样的。点神龙套的，我觉得都多少有点，也不是，有些人就是有钱，你懂吗？人就是去那消费的，就跟有些人玩直播，一晚上不打赏的，可能几万块钱、十万块钱，人心里不舒服。那些玩夜店呢，有一些人就是觉得我的消费，可能我不消费别的东西，我就消费这个，一样。感觉你从上海回来就爱上了夜店。也不是，就是因为我去了好玩的夜店，我就觉得 OK， 我想去。我不喜欢去夜店，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好玩的。我又不喜欢喝酒，我也不喜欢蹦迪。我喜欢的是，比如韩国的夜店，我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妹子看着养眼，对吧？不是说咱去泡妞，但是整个的那个氛围要让你感觉很舒服。其次就是跟你去夜店的什么人，这个局乱不乱，这些都特别重要。我这个月我看看月中，在月底前去到上海吗？我会单独，对，不带我老婆什么的，我可能去到上海三天。这三天我就专门为去这个夜店去的，所以我就准备，就是男的只有三个，四个最多四个人，对吧？然后绝对是二十人的卡，然后其他就让，对，我看我朋友他们自由发挥，就是你要，你就是夜店好玩的是什么呢？是周围的一切都是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你很舒适的空间，在你喜欢的环境下，你才能玩得很开心，而不是一堆妞或什么你都不认识，来的人打招呼的喝酒，来人喝一杯，你都不知道这人是谁，不是这样的。嫂子不在，嫂子今天没来。嫂子在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其他朋友等着我呢，我这不得马上回去吗？回去肯定不播了呀，兄弟，回去肯定不播了呀。我待会儿路上我会跟你们聊一聊。我昨天播了六个小时，七个小时，七个小时。那这个肯定到11点左右，应该肯定不能放歌了。对，这个还放歌？这要到11点左右再放歌，这太说不过去了。觉得我既然来了，这就播一播，让你知道我干嘛了，真实的生活什么样，而不是我刻意准备说播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今天下午我去四哥家，四哥和费老板在玩那个游戏。来不来啊，大哥？一个多小时了。做厨艺啊，正在弄，马上。你确定吗？我特别忙。酒吧，兄弟，这他妈是吃汉堡的地儿。不是酒吧，兄弟。不用，不是要特正宗的，只要是这个，就是那个酱料，什么是麻酱那种，你知道吧？然后肉没毛病，是铜锅那种，咱就没问题。兄弟，深圳文和友那个是。投资大呀，打广告打得大呀。在北京啊，这就是我北京朋友开的，没跟你说吗？要不然我能来这儿吃吗？这么少，我来就是来见朋友的，说白了顺便捧个场。后边站这个穿一堆小燕子，这就是老板。那个老板进去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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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意见剩余就少了，没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经常观众能看的是视频来着。对，平常以来我跟宋军一直看这个。但是你汉堡做的没毛病。对，好吃。哥哥来找我，一会儿合作肯定没毛病，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做。没毛病，这味道确实没毛病。这是厨子，看到吗？他做的汉堡。哎，我问你，哥，我回去我怎么加热这汉堡还能好吃？我回去跟我朋友说说，等我。微波吧，微波炉就是连面包一块儿。对，微波30秒到1分钟。30秒到1分钟。其实我一直不太建议带回去吃太久，尤其是牛肉饼的，因为它有汤汁会流失，就不会吃起来那么多汁了。它太干就不好吃了，可能另外要不然你别做太熟的，那也不行，那回去也不能吃了。打是打不熟的，它只能加热，除非你打个5分钟，那也是干了。因为微波炉就是要蒸发水分的才行。我还用烤箱呢。烧油炸锅，烧火豆腐来。我们一直在推荐糖食，烧烧心点。远的地方，我们这糖食太远了，我们也不推荐。要保证品质来。确实挺好吃。我确实个人觉得，我做对没什么毛病。我不能因为他打包回去了，半小时一小时了，一吃说哎不对，他给我一差评，那我也不用。这个手上是 IG 兄弟。感谢您，组长，感谢您。不是，但是确实还多久能做出来？我真等我赶着走，晚上给您看，肉能合影吗？没问题了，帮我放过来。来了。八号准备。我发现他是故意让我这么慢上这汉堡的，他拍照，对，他让我做营销，知道吗？是心计，我操！哎呦！这次去武汉一定要喝一下茶颜悦色，你还没喝过吧？茶颜悦色有什么好喝的呀？哎呀，你到武汉去了就知道了，一定要喝。北京有茶颜悦色？没有。山城那个茶颜观色那个是假的。啊，花钱办了卡还不让你走，对，他还得把你利用价值给你榨干。对，那个是长沙的。这住楼上的可真的要疯了，我觉得这个全是，这个应该全是单身公寓。来了，我操！走了，没事，感谢。你跟小李说一下。好的，我走了，伯。喝这么多，感谢伯伯。没事，您客气。他在我们刚刚过来下车的那个地方，一堆演员。这不是平易近人，就是直播跟明星还不一样。直播这个东西它没有那么大的范围，人家能花，这就是在现在短视频啊，视频啊，还有电影，人家不去看这个，人在这黄金时间，当然他单身，他也没女朋友，他确实没什么事儿，没东西干，就是人家来去看你，喜欢你，在直播中听你，就是可能今天的直播，比如没什么意思，我可能就是吃顿饭，跟你唠唠家常，对吧？说说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也没有互动，人家愿意去看你，
这是一种缘分。人跟人之间，人活一辈子，我相信其实缘分这两个字，一切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生活，所有东西都讲究缘分。所以有缘分的时候，我经常讲有缘惜缘，珍惜的惜。所以这是你珍惜缘分的一个表现，是你尊重你自己，所以你尊重喜欢你的人，你尊重你的生活，你才能够尽可能的去享受跟保持这一切。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你看有的网红弄完对吧，动不动就啊我挣了多少钱，我觉得怎么，那都是没挣过钱的人，没经历过挣钱的人，都天天想着我在这上，我操，我挣钱了觉得自己牛逼了。挣过钱的人你就会知道，你做一件事情，说你比如雷军拿着1000亿的现金，他去坐车，全资货。你他一拿1000亿，他去花，你算吧，他一天要花多少钱？他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他享受的，没说嘛。创业或者说不断挑战自己，去改善大家的生活或者为社会做贡献，这是他追寻的真理。对，这个真理不一定是所有人的，这是他自己能明白的，真理才有意义。所以每个人其实生活之中最根本的都是在寻找那个你生活中属于你的有价值的那个真理。是值得你去付出，值得你去做这些的，所以你就会珍惜的。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果未来就是你能把毫无压力的，比如说就像找个就像对吧这样傻逼拿着上头，我就等于我自己在跟我自己对话，我也不用去管太多或什么，我就把我的工作做了，我还挣钱。我们从那边出去，从这里穿过去，我还挣钱，对吧？我还正常，什么都没有影响，然后我还把我的东西传递出去，我还能有认识新的朋友，我还能有，对吧？可能能免费蹭个饭也好，或者是怎么，当然也可能是多花钱办个卡，不一定。啊，这种状态我就很喜欢，很放松，而且每天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不断要告诉自己，就是，你懂吗？就是。有年轻人在看你能喜欢你代表什么，那你肯定你的状态是年轻的。对，这就跟我，如果我的思维是一个跟年轻人中间有多大代沟或什么，他可能喜欢你吗？说我跟你合个影。所以这是对我觉得他们在跟我拍照也好，或者来找我喜欢我或者刷礼物的时候，是对我价值观和我这个东西的认可。那我就觉得，那我传递的这个东西是 OK 的。白球已经崩了，比特币还很坚挺，以太坊又破新高了，没看吗？14000了，我都不知道赚钱怎么花。我真的，我最近我前不久换了点现金出来，买了两辆车，又买了点东西，最后一看，我实在没东西买，很烦，很烦。来了。好的，好的。不去，我们直接回去。感谢黄少坤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感谢爱你万年，感谢兄弟宝贵的礼物，感谢。不是，你不是说拿钱去造，明白吧？拿钱去造那是暴发户的想法。我刚讲过，说什么东西是幸福？没钱的时候想有钱，有钱你就幸福吗？天天大鱼大肉，你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你有幸福感吗？如果吃大鱼大肉没有幸福感，代表什么？吃饭这件事情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工作，它给不了你幸福感。但是我每一天，兄弟，我不吹牛逼，我不敢说天天都有那么多的幸福感。今天中午我吃了什么？我今天中午让阿姨给我煎的那个，就是用鸡蛋饼摊的煎饼，里边加点小葱的那种，知道吧？就是那种煎饼，知道吗？软的面摊的那个煎饼，炒的土豆丝，配的那个青椒肉丝，土豆丝、青椒肉丝加那个用黄油煎的这个牛肉粒，卷在这个煎饼里，配的棒碴粥。就这顿饭中午在吃的时候，首先，这就是我提前想好，在今天中午我在吃这顿饭的时候，啊，我播着一个我喜欢的，可能说这个电视剧也好，或什么东西也好，然后我老婆在边上，然后你吃的这顿饭虽然时间不长或什么，但你这一天的幸福感就开始了，因为你知道这一顿饭
是你在昨天晚上想的时候，你今天中午你会期待你想吃的。晚上因为你不，当然你不可能餐餐这么安排，你也不可能餐餐就是说我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如果想到了，我会把这个感觉付诸于现实。就跟我说我明天因为痛风嘛，我已经很久没吃过涮羊肉了。我昨天晚上我跟嫂子躺在床上就在想这个涮羊肉的事儿，刚刚拉了一个涮羊肉的群，就是组了八个人，就是在研究到底要吃哪一家的涮羊肉。刚刚朋友最后我们商量了一家，就特意让人从那个宁夏今天开始发，明天我们去的时候能到滩羊，就宁夏的最好的那个滩羊。然后呢，他那个地儿还不是专门吃涮羊肉的地儿，但是为我们等于弄一个涮羊肉的锅，他是烤肉的。说一个问题啊，他只拿五个，我们点了七个。什么？他只拿五个汉堡，我们点了七个。为什么点七个？我和李哥一人点了一个，一人点了，我们两个。那你就这就留四个给我，你拿一个走呗，或者你拿给我留三个，你拿俩走就完了。不是，你给我三个就足够了，我吃不了那么多。三个你们拿俩走就行了。你看到吗？这是我好朋友点他妈七个汉堡，收了我七个的钱，然后给我五个。然后还办了个8000块钱的卡，等了一个多小时，等了一个多小时，一分钱没给我打折。感谢他一下。你这可真他妈行啊，我他妈点七个汉堡，你给了我五个。就是好朋友真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在乎。如果说你对一个朋友或什么东西，就是没跟你讲吗，男生之间的这个友情是什么？就我是你爸爸，对，叫爸爸。女生，对，女生之间的友情是什么？女生之间的友情是那个，像女生的我也不懂，你懂吧？哎，他下单下的五个，我看单子，我还特意对了一遍。单子下的五个，说。我不给你，然后你给我一地址呗，然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让他做给你邮过去。我操！我没有功夫等你，你就这样吧，你记着就完了，下次再说吧，好吧。女生的友情是一起上厕所，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很多的东西啊，你们年轻的时候，包括你们现在，我相信很多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说啊，我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你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你也没有经历过太多可能在友情上、生活上或者感情上说亲朋好友之间的打击，你没有看过完全的这个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但是为什么你会懂？因为这个时候你很客观。想这件事情，其实只要你不是个傻子，有一些东西我稍微一点你，或者你看到了，你都知道 OK 这样做是对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在别人身上看都能看明白，到自己身上是什么就懵了。我今天有一个朋友本来与我无关，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他在下边给我留言，然后给我转了个红包。我说为什么转红包？他说因为我啊了解了这个可能区块链或什么的，然后最近挣了不少钱，给我发了个盈利表。我看也没挣多少，挣了100来万嘛，就很短的时间挣了100来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的红包我不收，这个红包我收了啊。我说这个寓意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跟我说一些。啊，他之前什么就是认识了几个什么这个圈的人啊，以及各方面，就是特别像是前年的时候，我刚接触那个圈最火爆的时候，就是疯狂赚钱那个时候，我特意为这个给他发了8条60秒的语音，最后不放心，我又打了个电话，跟他聊了很久，我就是告诉他，你现在的心态已经不对了，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最后一定会亏钱。而且你一定会被骗，也不叫被骗吧，就是你现在认识那些你觉得牛逼的人，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他都是傻逼。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认识的这些人可能比你现在认识的还要牛逼，我挣的还要多的，但是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当风口来的时候，当牛市的时候，当一个东西好的时候，不是所有能告诉你消息的人就是大神。因为那个时候你闭着眼随便买一个，可能这东西比如牛市来的时候，股市火的时候，你闭着眼，你随便叭点一只 ，OK， 你买进去都能挣钱，不是他厉害，而是这个市场厉害。
所以但是你如果盲目的信任说因为你认识了某一个人所以你掌握了赚钱的能力，你就会什么，你就会加倍的投入。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电话给我打得太及时了，他说我确实我之前是想着说拿出这个钱然后挣点，然后我就把本金拿出来，他说我前不久本金已经拿出来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又把本金投入进去了。我说你就这样就一定不要再这个了，而且我说这个期货合约这种东西千万不要碰，好吧。我说你如果真的想了解这个或什么东西，我说到时候你来北京或什么，我给你介绍我身边的一个或两个朋友，首先他们肯定不会忽悠你说任何说啊有什么好项目你去买，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跟你说啊，人家都会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跟你说，说你首先是多长时间，你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是投机，人都不会跟你聊说你想一年挣多少钱哪个项目，人家不会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重要，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钱上赚钱的东西而把自己的心态给搞坏了，因为钱没了你是可以再挣的，债务你可以偿还，那个罗永浩那么多的债务年底就还清了，对吧？说明什么？你人只要不倒下，人的这个奋斗的和这个追求的这种做事的方法，你只要不变，节奏不变，是，这个人只要活着，有的是方法，明白吧？所以就不能有这种。所以我为这个真的今天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我那时候还在刚洗完澡，就光着屁股打的。其实没有必要，对吧？他挣钱了或什么，我为什么要说这种事儿呢？而且跟我关系也一般，我就说了这一个小时，我说这是最基本的，既然这是缘分，对吧？他跟我说这件事情了，我知道了，而且他是因为我进的这个圈了解的这个项目，那我肯定得跟人说清楚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每个年轻人，对我房间的这些，如果你看我直播的或什么，其实我表达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短时间说你认识谁或者说某一个项目能帮你盈利能帮你赚钱，以我这么多年经验我就告诉你太简单了，但这些人不代表他牛逼，也不代表这是你赖以为生说你就要做这件事情能够挣钱的，不是这样的。有没所有赌博输过大钱倾家荡产的人一定是赢过大钱的，没有赢过大钱的淹死的全是会水的，你就记住这句话，这个道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小时候就听过吧，谁能明白他背后真正的这个逻辑？就像古人说，粗茶淡饭啊才是福，君子讲究说什么，不要去这个讲究口腹之欲啊，给自己积攒什么。我一开始理解的就是啊，君子就是要什么不能啊讲究说在欲望上过度的去追求，一开始是这么理解的。但昨天晚上我就想明白了，非常简单，就跟我想吃羊肉火锅是一个道理。因为你适当的克制，你简单的粗茶淡饭，所以你心里在当你吃到一个你特别想吃的美味，你在跟朋友聚餐，三五好友大家以吟诗作对啊，吃一个可能大餐或者什么鱼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跟快乐。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月没吃了，不是你平时吃不上，而是你克制了。人对所有克制的东西，你的欲望只要出来，你能够实现，你克制了，这个欲望不会消失，它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君子是聪明人，是什么？我懂得克己，我懂得自律。自律不仅仅单像我以前理解的就是健身啊，就是这种，不是，而是你明知道有些事情你能达到，但是你为了让你的幸福感加倍，甚至达到一个就是说能够让你回忆这一个月有什么快乐事儿的时候，你能把这一顿饭当做一个快乐的事情做回忆，美好回忆的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的时候，一定是先压制先克制。这是为什么男人很容易出轨，男人出轨的核心原因是因为这东西不是我的，它不完全属于我，我还不能让我老婆知道，所以我克制，导致欲望反弹越来越强烈，家破人亡。我对于所有那些什么出轨说这种的，给我让我给他建议，我说首先你不用听我建议，因为我说了你也分不了，你如果这么简单能克制你感情，你不需要问我什么对什么错，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说特别简单，你就直接搬去跟着你的同居，反正你老婆都知道了，你搬去跟着你的同居一个月以后，你要说你对这女的的想法以及各方面还是这样，你回来找我来，没有一个是同样的想法。为什么？当你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不是把他当个宝贝一样捧在手里当情人的时候，你跟他睡在一块儿，你会发现他也放屁打呼磨牙，他拉屎的时候他也不关门，他也便秘，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生活之中，真正在婚姻当中，两个人要去生活过什么，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点滴的东西，是他的心里是否有你，你是否能够理解和包容对方。所以你经过这样以后，就会发现，哎呦，我还是我老婆好，回家吧。这是什么？你没有克制自己的欲望，所以你对他之间，你到底是不是爱，你才能分辨清楚。你克制下来的欲望，你把这东西错当成爱，这是造成家破人亡的根本，明白吧？师哥，我28了，还是处男，感觉自己好自卑。你28了，叫我一声师哥，6块钱的牌子你都没办，你是应该感觉到自卑，明白吗？所以你是处男是有原因的，明白吗？这就相当于你看直播看了那么久，你都是白嫖，代表你没嫖过，这逻辑没毛病吗？你是白嫖，所以你没嫖过，因为你没有享受过真正有价值的服务。给完钱跟不给钱肯定感那个服务的那个项目套餐是不一样的，你那是免费套餐，就是进去1、2、3滚，反正你是白嫖的，我是给你体验服务的，明白吧？让你办卡，结果你不办，你能享受 VIP 服务吗？他能给你上心吗？对吧？兄弟，你看我刚刚说的哪一个东西，不能说是真理吧？但是你觉得我哪个东西说的不是最本质的东西？你把这件事情想透了，想明白了，它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儿？你劝一个朋友，你怎么样吧？你什么东西？你能劝得住，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他就不会，就是任何人在为恶之前，在做犯法的事儿、做坏事之前，如果朋友或家人能劝住他，他就不会变成最后这样，你明白吗？因为他天生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说，他天生就是变态，他天生就是杀人狂，他身体里有这个杀人的基因，怎么你劝他一句他就不杀了？他可能哪天就是杀你了，他不杀别人有可能，他肯定先宰了你，你好下手啊，因为没有防备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师哥，什么戒不掉色瘾，没有女朋友，晚上爱看女主播到半夜。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说你经常喜欢看女主播或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但是这跟你是不是变态是两回事，你先确认一点，你是不是变态？就你没有女朋友，你说你戒不到色瘾，你是在干嘛？你会不会比如说看你楼下的老奶奶什么洗澡啊或什么，你先看你是不是这样，你明白吧？我得确认你是病症，你是变态呀、啊、你还是说这个，你明白吗？是怎么怎么样。我有前列腺炎，师哥会解吗？首先，前列腺炎它肯定是炎症啊。我理解的这个炎症就是吃消炎药，但是对于病，前列腺这方面我不了解，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跟疾病啊。我个人认为，有因事出有因必有果啊，有果必有因。你得了前列腺炎一定有一个前提是你某方面跟别人不一样，你把你的恶习先改了，有可能对你这个病症就好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25了，我是处男，我办卡了，怎么破？好兄弟，既然你今天花了6块钱啊，这个25岁处男说怎么破，兄弟准备500，就是6块你都花了，你现在攒500，有地儿破，好吧，哪儿破下次再告诉你。
取决于你在什么城市。你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找最近的派出所问一下警察叔叔，你这个情况，一般来说有困难找民警，都会告诉你以你生活的这个周边范围哪块是他们扫黄打非重点的这个区，你去那个区域找，基本500块钱就肯定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能遇到一个名师。有人说150也，兄弟，为什么我想了半天说了一个500呢？我考虑到首先他生活的是哪个城市，在我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不能给他报最低价。而且既然他从来都没有过，他的目的是解除这个封印，对吧？那咱绝对不能选择最差的，选择最好的咱可能也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所以咱选择一个什么，咱选择一个大众均价，选择一个普遍好评套餐。这样的话肯定，你明白吧？就是你万一，我打个比方，你说150，你遇到一个缺两颗门牙的，你怎么说？你150，你遇到一个岁数是你4倍以上的，怎么说？对吧？说你今年25，4倍以上100岁，你怎么说？对吧？你甚至158，这边见到的人给你介绍，来，这是我们家养的小土狗，你怎么说？给500，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你的梦想。为了梦想，500块钱不多。你看，有人告诉你了，150学不出活，这都什么人啊？一天天，这个大爷最近说话也是有点儿，老是跟我这儿，不是大爷说的，我看谁说的啊？150不出活，我看谁说的？哦，开挂人生啊，这个逼说话就没有正经过。说完整一晚上还不，我家里有2-3个朋友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还多久？10分钟左右。在日本也得是个仙人，日本的仙人都是贵的，都是贵的。日本年纪越大越贵，明白吗？日本是反着的。我带你们去当时日本做节目那个妖怪街，你们没看吗？妖怪街那儿的费用是普通的那个20多岁的那个2倍，65岁起步吧，我看到65岁起步。为什么年纪大越贵？人活70古来稀，物以稀为贵。你没听过这成语吗？它是接着的。人活70古来稀，物以稀为贵，这是上下句儿。它是对应的，你明白？你们不研究文化吗？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啊，我怎么？你是小动物啊，啊，什么都跟随自己的本能，你不得循循缘，你了解一下。书上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听过这句话吗？里边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解释了，只是我们小时候不明白。当你研究明白了，这些东西里边全有。对吧？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说你去一个这个夜总会，对吧？你说20多岁的美女有的是，美不美咱单说，对吧？20多岁的有的是，你说你要找个70岁的，你看看有几个夜总会能拿出来？就这一个道理，你去问去吧，真理，真理，明白吗？那有的人说了，我今天不行，我就是想要说找找家的感觉，我想要找人一块唠嗑或者怎么样的，我想跟70岁的聊聊，看看那个年纪想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多花钱？人家得多花钱给你调啊，可能得给你找一个已经退休的，对吧？妈咪什么的问，在哪儿呢？这是你看你能不能来一趟，回来上个班加个，我操，我都30年不干这样，大客户出钱多。就喜欢那个聊家常唠家常，看看能不能聊聊或者给你修个脚什么的，就喜欢这个。多少钱一说这来，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而且还有一点经验，
是靠累积的，明白吗？人类的这个社会啊，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人跟动物最大的一个区别，两个，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字。就是很多人说人有思想，动物也会做梦，所以动物是不是有思想，我们不能确定。但人跟动物最大的所有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进化出了语言，语言的目的并不是把东西说明白。动物的东西，这个世界和物种进化的高端世界是把东西说明白，就是三体说的，想的东西呈现给对方，他心通，但你说不了假话，因为你真实的东西传递过去是最有效快捷的。但人类进化语言目的是什么？掩饰、掩盖，这是第一。第二，文字，没有文字，全靠口传心授，全靠这些东西，知识没法传播。人类的文字社会文明大概是近3000年有这个文字的出现。3000多年前的这个社会，文字只掌握在极少部分人手上。在任何的文明世界中，掌握文字的都是属于萨满啊、贵族啊、祭司啊，非常一小部分人。掌握文字的人也是社会地位一般来说最高的人。比如说以前的教会教皇，他们为什么既能够，就是他们负责宗教人精神上的寄托，另外一部分负责政治上的这个统治。为什么政治上的见到这个精神上的还要给他们这个空间？为什么不说我把你给灭掉，你全听我的？因为他们掌握文字，知道吗？这些人掌握文字，一直到了近2000多年，人类才从这个就是说文字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慢慢传到了大众。而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文明在2000年前到近代都属于叫什么文字文明时代，就是我们是由于文字社会不断在进步，在传承，在各方面，包括发明什么活字印刷呀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中国的这个四大发明里，在这儿再普及个小知识啊，就是咱们说活字印刷这个最简单的，活字印刷发明了以后，对我们中国的这些其实没有太大的革命或者这个发展，对整个西方的文明是颠覆的。为什么？中国的汉字太多，活字印刷如果要出字成书的话，可能你得印几千个汉字，最基础的你才能写一本书。西方的你只需要30多个、20多个字母，你就能印一本书。所以活字印刷在发明之前，西方的这个文明大概可能说影印成文的这些文字的这个书大概也就几十万册，有了活字印刷以后一下变成几千万册，所以对他们的这个整个是革命性的。对于国内的这些东西，我们以前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古人讲学富五车。什么叫学富五车？学富五车换译成转换成现在的文字量大概是20万字左右。就是你一个人要学富五车，代表你要读过20万字左右的文学著作。所以那个时候书少，可读的东西多，所以大部分人的文人交流以及互相之间叫不见其人，先闻其名，或者是我通过读书的过程之中，我了解这个作者，我向往他，我神交，我见到他以后，我虽然不是朋友，但我对他无限的崇拜。为什么？因为第一书少，很容易建立叫做什么呢？叫做共同文本、共同读本。比如我们早一代的人，在8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批这个精英人士，包括一些改革的、革命的这些，互相之间这些文人啊，可能神交已久，然后见面以后互相的认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同读的这些共同书籍，四书啊、五经啊，啊，就那么多书。现在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共同文本了。为什么？再火的一个小书，它的受众量可能是几千万、1亿，但中国有13亿人，所以你不能说造成大家全都有一个叫做共同的这个读本。为什么？因为文字时代已经没落了。最主要的一点是微信的发明，微信的发明以后开始有语音，就是我们连打字，智能手机当中连汉语拼音打字都不用了，所以语音给替代了，所以文字文明落寞了。这是为什么现在的书卖得越来越少人看纸质的书，越少通过说读书去。以前的人读书读的是什么？精读，会读书，说我读过哪本书。什么叫读过精通哪本书？是这本书你能完全的背诵下来，因为就这么多书。现在的书你能全背诵下来吗？我们只是粗读，而且读这个书的过程之中，你不会了解说，去想象说作者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会品味他每个文字的这个运用，不会。以前人读书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你在跟作者是在交流的，你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两个之间通过文字之间在神交，在对话。所以时代在变化，现在的东西叫什么？图片时代、视频时代，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转化成图片。因为文字形容的最终目的是告诉你，哎呀，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什么样的光线下，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多大的岁数，什么样的长相，遇到了一个你什么样的喜欢的一个女孩，什么样的初恋，你形容半天，大家想象出一个画面。现在我直接给你画出这个图 ，OK， 你不用想象了，就是这样，说得很明白。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化。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我给忘了，无所谓，越讲越远了，我马上到家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不好意思，比较博学，又跳跃了，好吧，就讲这儿，越讲越偏了啊。兄弟，如果喜欢直播的话，记得右上角点点关注啊。新浪微博搜索"地势就开心"，头条上搜索"地势"，抖音上搜索"地势就开心"，关注即可。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在这里真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祝全天下的父母能够长命百岁，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富强，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帝王套准备接播播游戏啊，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兄弟们，我明天火锅，铜锅见啊，兄弟们，拜拜，周末愉快，爱你们，拜拜。